本宫、兴国宫一起有同啊，真荣幸来参加第七届扶鸾仪式典宴，特别代表主持人啊，恁关圣帝君啊，就是恁鸾洞的文行圣地，啊，甲主事啊，恁兴国宫的廖主委啊，大福先生以及全体委员干部，为大家祈愿，庇佑大家身体健康啊，阖家平安，社会祥和。并邀请大家有闲的时来本宫莅临指导非常的感谢恁兴国宫这个主持人关圣帝君是伫大陆乾隆十三年的时由恁轮当川廖心泰祖先渡海来台奉祀伫恁轮当川伊的主体内底受到神威显赫，受到恁全民来甲敬拜然后了。再过一再刷，还阁建伫主题寺，阁较大间，然后再阁伫庙寺哦，受了大家敬仰，所以伫民国五十一年诶时，初步有去庙寺，然后大多改革，伫庙两边因为地方感觉神威显赫，人敬仰，恁庙需要这個，恁诶帝君来甲恁庇佑，社会祥和，家庭美满，大家殊荣共享拍拼，所以。慢慢在发展伫这个庙寺了，使大家伫地形上的一个相定，伫这个所在受到大家所敬仰的感谢。
是。对。一将
真壮哦。那个咱兴国宫来给阮指导，啊，非常的欢，非常欢迎哦。啊，在此，阮这是吉星，这是三民，阮三民驻守派的吉星哦。有那降神降落的笔字，有咱笔落星、上干星，这种笔落星，啊，阮。了，我唱这唱先，非常欢迎。